师父，请用茶。这段时间，阮要为某家琐碎经，看你来回奔忙，辛苦了。这拢是地主应该做的，尤其这一摆所翻译的为某结经，那是一部因人而设美妙的经典。想起地主少年的时阵，我就是因为这部经，才进入佛门哦。所以我看安怎无闲，我嘛满心欢喜呀。这几日所翻的经文，你敢有什么疑问吗？想要请问师父，今仔日翻译到《方便品》第二，有一句的经文是：“心如求子。”为诺所逼，为什么用求子来形容人心呢？求子就是求喜顶面的高子，这句话对你面上来看，确实是不简单理解啊。这其中有一个典故，是一个比喻。请师父你开始。一个故事是安尼，过去有一个人在做国王，惊风盗贼，国王命令水手追杀伊，这个人非常的惊。就秘密一座古迹内面，古迹的半边有一丛乱草，伊揪着一把草，掉在这个半空中啦，才发现古迹内面有毒龙在向伊吐毒，旁边有五毒蛇，想要加害伊，另外有两只鸟鼠伫在乞求金，伊就揪着一把草。真紧的转去啊！这智商的水手，有想时想要爱伊的性命，伫个这款非常危险恐怖的情形下，拄啊好，这智商有一丛树，树上芳树不离，滴落这个旁边，拄好滴在这个人的嘴内啊！伊竟然因为这甜蜜的滋味。忘记身处险境的危险恐怖。哦，这情景就是人心在世上的譬如咯。无唔对，枯枝就是生死，水手就是无常，毒龙是恶毒，五毒蛇是恶因，乱草是命根。乌白两次是时间，旁边就是沐浴的快乐。迄个因为甜蜜滋味而忘记恐怖的人，正是比喻众生得到沐浴的旁边，你唔知影更加世间的恐怖痛苦啊！哈，可叹世人啊！所谓经义，不足地，东之名，家是其理呀，无相相撇，命中断。贪着我欲难做你，东邪西西
经过师父你的解说，弟子对这句经文不但了解，我也更加深深体会伊其中的意义咯。这个部分比较较深，我今日踮在讲坛上无完全讲清楚，明日我才阁再向大家说一摆。啊，是。静子啊，静子，看你是改不掉这野蛮的草根的习惯啊。静子师兄，你这回抄的歌是什么啊？那，你讲。这是的是欢迎的威猛结晶啊，所有的解说。伊个经文的记录啊，记录甲真详细啊。但是这后边，阁有你对经文的看法。但你写这看法是要做啥物啊？不瞒师兄，其实我是想要整理一部《维摩诘经》的注解。注解？师父解经，简简彩，典故譬如妙铺排，诸行诸事团后代，所令我意。我看这内底，毛你对经文的见解哦。这是我家己的一寡想法，虽然不如师父精妙，但是对读经的人，应当有参考的作用。好一个静坐师兄，有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你嘛不爱甲我讲一声吗？如今五人领途中，道生也无了心中，愿众生得以见解，共同受益生天中，共同受益生天中。你兄，师兄，你从飞仙过我呢，你若愿意跟我共同注解，静坐，求之不得啊！这方法之术，岂能减我道生一分？好，好，好。但是我看，像这部分，我就有无同款的见解哦。这部分，这是日不离法文品最后的部分呢，也是文殊师利菩萨，伊问维摩诘偈师，什么是日不离法文的时阵？维摩诘偈师，伊竟然灭念。无语，道生师兄，你的见解是什么呢？我的见解，文殊菩萨虽然明白伊一切法无言不说，但是伊也是用言语讲出啊。所以维摩诘偈师点点唔出声，以无言来表达，
这演技的不真实，那是演技，那是真在，这哪会需要蜜莲武艺呢？哎，孙爷，讲得对，讲得对，用演技来解说武艺，不如用实际武艺来表达。所以，为谋吉技术啊，伊才会精密不易。妙妙妙！是啊，但是关提这点，似乎在预警之时，那用这精彩故事将来表达啦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我冇详细记录呢。你冇记录啊？系啊系啊。一只一只一只。你看你看，我的记录就是讲吼，师傅伊讲啊，佛陀涅槃600年后，有一个人，伊60岁出家，但是伊读遍三藏，学习禅法，发愿。那无得道，伊就唔愿倒落来休困，所以也就是歇不落地，因此大家称呼伊歇比丘。明道士啊，你甲看，迄、那个吼、一定就是邪比丘。哼，等我将伊变倒，我要让世人知影，我修的婆罗门道术比其护法更加高强啊！邪比丘，我马明精通所有的经书道理，什么议论我拢会当破除，我要甲你辩论。那是会当破你言论，我还一针头谢罪。你这比丘哪安尼啊？阮导师咧甲你讲话，我话你煞滴点点啦哈哦。吼，我知啊啦，你吼一定是无信心，唔敢回答，对不？看来你这个人不过是虚名而已，无值得我与你辩论了。咱行，行，行。我输了，邪比丘大智慧，我输了。道士啊！啊！你来雄雄安尼讲啊，各位啊，我讲言语可破敌，已经自破已不敌，比丘无言心无意，无言气量。马明输了，我愿意实现我讲的话，三头下罪。读书啊，书。哇，袂斩你的头，但是我应该斩下你的
烦恼事。马明愿意下法皈依，跟随师父学习佛法。现在，现在。这个故事同样是在表达未连无言之论，才是论中最为精妙。是啊，正是如此啊。但是啊，真是博学多闻啊，伊随时吼拢有法度讲出真精彩的典故，尤其宣讲讲法十分精妙，让文化的人印象拢真深刻。连我前祖受益良多，我对微妙佫更的体悟，更加了解咯。典故披露，妙语文，千里千错。是啊，我也是希望，就算百代之后，追求佛道的人，因虽然无法度像咱安尼亲自参与浴场的盛会，但是会当看到这个注解，都亲像甲咱同款，会当听到师父伊充满智慧的说法。正做师娘，你竟然如此的用心，道心我真是赞叹赞叹啊！唔免阁赞叹啦，咱就爱赶紧将咱两个人的见解、甲事的说法整理做伙。对，对啊，来。大师，诸位法师，又是远迎啊！两陛下等候真久了。哪里哪里，今日会当邀请罗什大师坐坐终南山观景赏花，是真的荣幸啊！更加欢喜是净水法师、道生法师、道迎法师、净祖法师也拢来了，十门四圣拢到齐了。不通殿中，亲心有将。他过誉了，我等跟随教师学习好了，怎敢轻信？这只不过是欺子破筷的虚传而已啊！不管如何，人是位拢是罗什大师门下得力高徒啊，为着一经传法，人是大有贡献，绝对值得阮这个凡夫俗子尊敬啊！啊，来来来，清明寿果已经准备好势啊，
请诸位法师，立足修行，咱好好承担一番啦！多谢陛下。做利息，你才不义嘞！无啦，风灾烟滚流声，动我心思。苏爷，你是想要倒转去南方啊？是啊，你看这山岭树景，使我想起龙山。如今。咱身处京华佛寺圣会啊，道生已经受益百丈，应该将遐师父伊的教法，再向南方前去，安尼才对得起这段所生的因缘呐。啊，所因，请陛下讲待。道生，你的修法是真好啊！师父，言生言灭，再大的盛宴马上结束的时阵啊！为师佛法东来，希望将佛法传遍中土，但是无言难应。也你是自南方而来，会用的代替为师。将正法带回工作，利益南方的众生啊！对啊，静坐，我嘛赞成。静坐，难道你就无半点想要挽留我吗？哦，苏兄，天涯随愿。心静如林，哎呀，动文动心，今后不管如何，心在何处，一心只为弘法，何必雕饰相处啊？去吧，道生，回南方去吧。恁大家拢是各自有使命啊。咱就随顺因缘，用心去完成吧。多谢陛下，那道生我敬遵师父教诲。金陵当中，也阁有亲像献学大师，豪言一般，无名之灵。但我以这位渔民先生，并无熟识，伊为甚物写批给我？